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，俄罗斯国防部称，24号，俄海军分别从2艘潜艇上成功试射了海基弹道导弹"深蓝"和"布拉瓦"。据悉，导弹从北冰洋极地地区和巴伦支海海域发射，成功地击中了目标。在退出中导条约以后，美国本月18号试射了一枚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常规陆基巡航导弹。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，他已责成俄国防部、外交部等为对等回应做好准备。